这个很难走出来，就想到想到就会难过。你看他刚才在台上一讲，我很自然的泪就流出来了。这个你没有办法，不能这样想的，不能这样想啊！你这样害得全家大家又伤心了，懂不懂？怎么做事情啊？大概两个月前哈，然后那个余湘泉忽然跟我讲说：“爸，好像怀孕了。”我说：“谁怀孕？”他说：“我女朋友。”我说：“啊？”我说：“多久了？”他说：“一个多月。”我说：“你怎么打算？要拿掉还是什么？”“没有啊，哪里要拿掉？”哎，不要娶她。我说：“那现在先不要讲，等三个月之后再公布。”是男是女？不少的，我们都不知道了哈。而且他们也不问，因为为什么？我跟他交代，我说小孩子健康最重要。那但是很巧，医生帮他算他的预产期，跟我那个小乐乐，就我那个外孙女，琪琪的女儿，大女儿，同一天的产期。对呀、啊，预产期呀、啊，11月24号。你说巧不巧？巧巧。我感觉这个好像是因为他说他们怀孕，好像就是那天他们去我女儿的那个基隆的那个常住的家去回来之后就怀孕了。我在想这个如果生下来是女儿，搞不好跟我琪琪长得一模一样。那两个小孩子，尤其是他们已经上了幼稚园，幼稚园都会发花给小朋友带回家，康乃馨，康乃馨嘛。那有妈妈的都是黄色的嘛，那没有妈妈的会发白色。那后来就我心里在想，会不会给他一朵白色康乃馨？那是小孩子心里一定很难过。后来还好，他们老师是教他们回去自己画，用画。那我那个小孙女就画了蓝色跟黄色。就是虽然年纪才5岁中班，但是很诚实。明天会带他们过去。对呀，明天还没有走出来。这个很难走出来，就想到想到就会难过。你看他刚才在台上一讲，我很自然的泪就流出来了。这个没有办法。真的，真的，真的是。对，不要谈了，不要谈过去的，不要再谈。你不要老是跟我谈这个，在家里说好，不要一直谈这个。人走了，就是这样子，好不好？是他的一颦一笑。可是你不能这样想的，不能这样想啊！你这样害得全家大家又伤心了，懂不懂？怎么做事情啊？不可以。不是的，你男人坚强一点。怎么坚强？是自己的女儿，再怎么坚强也没办法，谁舍得？好，谢谢各位。谢谢。他现在还有什么工作？就是复出来工作啊？对。没有啦，他年纪这么大，还叫他出来表演，不要害了人家。我都想退休了，人家。对啊，不是出来上个节目，对。不会，他除非说，他之前有经常上节目，是因为二女儿的关系。女儿还有我儿子啊，儿子都说妈，你上了，你上我就多一个公告。对，因为他有了成家的念头之后，他就希望多赚点钱。